天津卫视大型公益圆梦节目《幸福来敲门》。首先呢，给大家介绍一下来到我们现场的六位幸福观察团的成员们，他们是广州美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曹平平，看世界深圳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董事长徐东升，野狼体育随风奔跑篮球俱乐部联合创始人赵小叶，长春康达医院肥胖病科主任于树忠，浙江省杭州闪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BU 库教育创始人赵旭峰，中视环硕北京国际文化传媒副总经理孙月爽。感谢六位老板来到我们的现场，助力我们的幸福来敲门。感谢北京红十字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欢迎登录优酷网收看本节目的完整视频。再来要上场这位嘉宾呢，可以说啊，他在运动场上是战功累累。那他究竟是谁呢？我们先通过一段 VCR 来认识一下。请这位优秀运动员上场，掌声有请。你好，欢迎你。哇，你这当当当当当当，全是大奖牌啊！哇，这个得给我们隆重的介绍一下，含金量都很高的。小叶姐，这可不是普通的奖牌。因为我刚才看到他那个穿的是中国队的战袍，所以他一定是非常优秀的运动员，所以是代表我们中国初中的运动员、啊、对，因为那个衣服不是随便穿的啊。您先做一个简单自我介绍，再介绍一下您的沉甸甸的金牌。大家好，我叫王玉琴，我今年35岁了，来自山东德州。欢迎您。这沉甸甸的一块块奖牌先给我们讲讲吧。先说这一块吧。这块因为现在我是教练了，这是我第一次带我队员去参加省运会获得的第一枚金牌。这两块是2010年我参加亚运会的时候获得的两枚金牌。哇，这是田径是吗？啊，对，田径。一块是一块是200米的金牌，另一块是400米的金牌。太棒了，这个是不是更有分量？这一块是2015年残疾人田径世界锦标赛获得的4x100米接力的金牌。哇。世锦赛很厉害的啊。这几块奖牌当中让你印象最深的是哪块呢？其实我印象最深的应该就是我2015年获得世锦赛的这一次了。背后有很多曲折的故事是吗？那是对，2014年的时候6月份我参加了那个全国残疾人田径锦标赛，当时成绩很好，然后被那个国家队的教练再一次看中，就选进我进了国家队。同年的11月份呢，我就来到了广东东莞的残疾人体育训练基地，在那里呢和其他的几位伙伴们会合，我们就组建了中国第一支盲人女子4x100米接力队。那去了广东东莞适应吗？刚开始去的时候吧，觉得还可以，成绩就是突飞猛进，用教练的话说就是跟换了一个人一样。自己天生有一些天赋，再加上非常优秀的这些教练啊陪跑者，成绩是大幅提升的。对对对，可是成绩上升的这个阶段，我的身体就开始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怎么了？那时候身体特别的沉重，就腿就像灌了铅一样那种感觉，特别的沉，然后就跑不动。怎么突然这样了呢？做了那种西医的那些诊断出来之后都没有什么问题，然后又带我去看了中医，中医大夫就说我是因为在对这个广东的气候不适应，湿热过重导致的这些，吃中药开始调理，一吃就连续吃了2个月。
都觉得自己都快崩溃了。而且这要备战这个世锦赛，对对对，没有更多的时间给你去调理的机会。对，比赛之前有一次测试嘛，嗯，然后我的成绩不是很好，没有替补的好，因为我是主力当时，嗯，然后因为我们这个世锦赛关系到就是中国队拿这个里约奥运会入场券的多少，嗯，所以领导特别的重视，就决定想把我换下来。但是教练呢，他就是因为他看到我平时的努力，他一直跟再三给领导沟通，就把我留下来。参赛前状态调整回来了吗？没有没有。那参赛的那一天的状态回来了吗？参赛的那一天我就觉得是我这几个月以来最轻松的一天，整个人就是什么都不想了，什么也不考虑，我就放下所有的包袱奔赴赛场，跑起来特别的轻快。我是第三棒，因为我要完成和第二棒还有第四棒两位队友的那个棒的交接，所以我就顺利的完成。最后我们战胜了强大的对手巴西队，获得了冠军。我这一颗悬着热的心终于落下来了。当我就是站在领奖台上的那一刻，嗯，五星红旗升起的时候，国歌响彻天空的时候，我泪流满面，泣不成声。因为说实话，辛苦了，辛苦了。嗯，这不好意思，这一块金牌对我来说真的来得太不容易了。是，为你骄傲。嗯，祖国也为你骄傲啊。这是当时这个世锦赛，这个夺冠的时候。对对对，真的为你骄傲。后面那是我银跑员，骄傲。后来参加奥运会了吗？后来就是回国以后，教练就找我谈话了。他说我这个身体的这个现在的状况，还有我的伤病的情况，就不能系统的训练了。退役了是吧？对。然后我这个深思熟虑之后呢，就决定了退役。虽然退役了，但是我也没有离开这个行业。嗯，我现在就是已经转为教练，在带新的队员，而且也培养出来了优秀的新生力量哈。这不也夺冠了吗？也是我们做出的成绩啊，也得为你鼓掌喝彩。谢谢谢谢。退役以后呢，然后我就完成了人生中又一件大事，和我相识了十年的男朋友然后结婚了。十年？嗯，合着你是长跑运动员，然后你的爱情也是长跑来的。是吗？嗯，对。十年终于在一起了。对，他也是一名视障者啊，嗯，然后同时呢也是一个优秀的运动员啊。他连续四届获得全国残运会的冠军。哇，还 是哪方面的运动员啊？是田径，他是练中长跑的。嗯，他还是2008年的奥运会火炬手。哇，你看看你说起老公那个骄傲劲儿啊。今天爱人带着宝宝来了哈。啊，来了。赶紧把我们疫情的丈夫和孩子请上场来。有请，有请两位冠军一家人哈，做个自我介绍。好，主持人好，大家好。我叫王文佳，也是来自山东，是临沂的。丹胜这个视力障碍是程度是？我就是有点光感，或者是有个模模糊糊的影子。哦，我要比他严重，他的视力要比我的好。就是自己平时这个活动还算可以。远了看不清楚，近了还行。这个两位的这个就是眼部的情况是先天的，是有遗传的还是？嗯，我是先天的。嗯，然后他是？我是小时候摔的。但是宝宝还是很健康的哈。啊，对，因为当时怀孕的时候我就特别担心，因为我是先天的嘛，就有50%的遗传几率，所以小宝贝没问题，特别棒。对对，没有问题，挺能活动的现在。哎呀，有你们俩的基因，他能不好吗？你想想，我们都追不上他，跑远了都找不着了。二位其实一路走来啊，在运动生涯、工作当中互相鼓励支持，在这个婚姻生活中互相帮助。相濡以沫，其实还是一路走来有很多感触的哈。这先生说说和疫情在一起，这有十多年的时光了哈。最大的感触是什么呢？和他在一块儿？说训练的时候还是结婚的以后呢？他的感受不一样了，你知道他的意思是啊，训练的时候没结婚之前有一种感觉，然后结了婚之后可能是另一种感觉。是吗？有不一样的感觉。我那意思就是训练的时候吧，还是队里管得严。嗯，教练都是有要求的。嗯，这是什么？像我们吧，也不是那么张扬。嗯，低调。对对对，结婚之后呢，他就退役了。啊，对这个家庭啊，还是对孩子特别关心。嗯，就是在工作之余呢，还是
所有的这个精力都放在这个孩子身上，还家庭身上，贤妻良母是吗？对对对。你们俩数过吗？就是你二人加起来一共拿过多少奖牌？我们一共应该是拿了91枚奖牌。哇，90多枚！然后其中金牌有51枚。哇！我真的就觉得挺为你们骄傲的，就运动员之家、金牌之家。现在两人都在做教练，婚姻生活平稳。嗯，幸福美满，谢谢，真的为你们开心啊！谢谢。那我们节目组呢，今天给你们准备了一份惊喜，到底是什么？来，一起看一段 VCR。Hello， 王一杰，好久不见，现在一切都还好吗？时间过得真快，一转眼就6年过去了。想起那时我们为梦想一起努力的日子，就有点激动。我们心中那份坚定、执着、信念，在跑道上凝聚力量，拼搏、奋斗，在终点线上明亮。如今我们都已各自成家，在新的起跑线上，我们一定能把这种精神继续延续下去。最后祝家庭幸福，加油！吴鹏，是你在的引跑员。哦，他的引跑员。特别的开心，开心。对对对，我们好久都没有见了。他在哪里啊？他在江西，他是江西人。他还在从事这份事业吗？对，他现在是一所中学的体育老师。特别感谢我这些年来所有的引跑员们。他们就是我的眼睛，如果没有他们，也没有我的今天。谢谢。从你们身上真的感受到了我们每一分努力的收获，我们耕耘之后的美好生活。那今天也是带着幸福心愿来的哈。对，玉琴，你就代表你们的小家庭上前说出幸福心愿吧。好的，好吗？嗯，来，上前一步说出幸福心愿，有请。我的心愿是能够让我的队员们有更好的训练条件，他们取得更加优异的成绩。谢谢，谢谢。来，请回来。现在两位是在同一个队里边带学员吗？有多少个队员呀？现在有10几个孩子吧。我自己退役以后，我都上下面乡镇上去，每一个乡镇上招募，都去找这个适合的，对，有这种条件的，天赋的这些孩子们。然后他们其实有很多就是残疾孩子，他什么都干不了，就是说他没法去工作，就自己就待在家里。然后我去发现，就是他有这个运动方面的天赋，就过来让他们在训练。他们就是通过训练之后，因为我带过一个孩子，他是脑瘫的，就是刚接触的时候他走路，就你感觉让他跑两步的时候就要摔倒。然后那个时候领导一看这种孩子，说能训练吗？走路都快摔倒了怎么跑？因为他是脑瘫，然后他这个肢体不协调。跟我练了一段时间之后，他整个身体协调了，能力也强了，就是现在你再见他的时候想象不出他以前走路那样那种状态。所以玉琴用自己自身成长的经历，其实是想帮到更多人，让他们从运动当中，从参加竞技比赛当中重新找到生活的勇气和力量。对，好，来听听我们幸福观察团的老板们怎样帮到你们的心愿。那我特别开心地看到两位在退役之后都走上了这个教学的岗位，把你们在整个你们的竞技生涯中获得的这一切都带给了后面的孩子，然后我觉得这个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那我们迎朗体育跟随风奔跑篮球俱乐部呢，也是在做青少年体育教育这一块的工作，愿意捐献2000元，然后来帮助你们改善训练条件。我觉得站在你们中间的不仅仅是一个今天这么酷酷的不说话的4岁的小朋友，应该也是我们未来的希望，他应该也是未来的冠军，所以我也很希望送给他一套我们随风奔跑的篮球装备。谢谢谢谢，太感谢了。谢谢，身残志坚啊，这种拼搏精神一直在传承下去。看世界拿出2000块钱助力我们这个事业哈。谢谢，真的是志坚心坚，自强不息。然后我代表广州美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然后给你还有你的学员们提供20套化妆品。谢谢谢谢谢谢。经过这个努力训练和付出而成为自己家庭的骄傲，最后也成为我们国家的骄傲。所以呢，我们长春康达医院减肥基地愿意对您的梦想呢助力1000元，希望有更多的残疾人青少年在你们的帮助下成为家庭的一个骄傲。谢谢谢谢谢谢。
当你上台领奖的时候，拿到奖牌的时候，其实你后面呢是付出了多么大的辛苦，无论是心理上的还是身体上的。那么杭州彩学教育有限公司呢，庇护库中心赞助1000元作为呢对您设备的资助。另外呢，我们还有合作商是山西晋若农业产品有限公司呢，这边呢献出888元的农杂粮给您，祝您呢身体健康，家庭愉快。虽然您的眼睛看不到，但是您却点亮了很多人的人生，感谢你们的辛苦付出，为我们国家争取了很多的荣誉。我们中视环硕传媒愿意拿出1000元作为您梦想的启动金，为您的梦想尽绵薄之力，谢谢你们。谢谢谢谢谢谢，感谢你们来到幸福来敲门的现场，感谢你们给我们带来的力量，也希望你们的心愿帮助到更多的残疾朋友能够拥有生活的力量。谢谢，谢谢，加油。谢谢谢谢。有请幸福心愿持有人上场，有请。两位好。你好。两位做一个自我介绍吧。大家好，我来自湖南长沙的燕玲，今年50岁。大家好，我是来自湖南长沙的谢燕琪。您二位是自福体。我们现在更能经营的一个农场。农场啊、这个农场有什么特殊的吗？我们的农场是由城市里面的一波爱心人士，在我们那里引领了一块地，由我们的残障朋友来打理。哦，其实这个农场也是一个帮助残障朋友自谋生路，这个创造价值的一个地方哈。对，这个农场经营了多久了？2017年开始。有，那也有4年的时间了。对。这个工作人员多吗？有30多位残友。30多位残友呢？那真是帮了不少的人哈。我们有10来个工作人员，也是挺大一个农场的。占地面积有多大呀？整根包括我们的养殖和增值130亩。那每年能创造多少价值呢？他们最高的工资能够拿到2000多块钱，因为包吃包住。这个农场有照片是吧？我们来看看。有。哇，这么大呀！哇，这就是我们的，都是由残友朋友来打理的。哦，全是残友打理，就是像爱心人士去认领一片小菜地，然后我们残友去种植，然后给他们送到家里去是吗？爱心自己来取。哦，自己来取。自己来取。这是党支部的党员来帮助我们。哦，党员在帮助大家哈，真好。其实农场经营固然给我们很多朋友的生活带来了方便和这种有机的食物啊，但是最重要的是能够帮到这么多的残友，他们能够找到一份职业，对，创造一份收入，解决他们的生活问题，这个是爱心无限的。让他们能够活得有更有价值。是。哎，你们两口子当初怎么想到要做这个的呀？这个就说来话长了，就是我们自己也经历了很多的坎坷。我们当时就是在摄影公司在上班，一开始还算挺安稳的。对。那后来遇到了什么呀？后来我就怀孕了吧，怀孕生了一个小宝宝，直到了2个多月，他就有先天性的心脏病，还没到医院就在路上就夭折了。但是我心里的还是觉得很有一点的崩溃了，回来觉得小孩子没了是吧。后来就过了2个月，我的眼睛突然就看不见了。是因为伤心过度导致的吗？我也不晓得。他那个眼睛是由于他伤心很厉害，就犯了一种不治之症，后天性的一个纯正肌无力，是不能尊重肌无力，也是老哭啊或者伤心啊就导致的。对，患了这样的疾病。对，因为我那时候看东西的时候，一个人就是两个人，一条路就是两条路，我无法去做什么事情啊，什么事都做不了。他后来就把自己的工作也辞了，就回来为了我照顾我吧，天天照顾着你。对，因为就没办法睁眼啊，睁眼就看着重影，而且晕。对，没法，就是脑袋都是晕的，什么事情都做不了。后来算是治好了是吧？对，治了2年多。到去就医就是2年多，就稍微好了一些啊，都是眼睛的正常生活。只是看不很远。那这眼睛慢慢恢复了正常，生活是不是也走上了正轨了又？对，后来再过了2-3年吧，我就怀孕了，又生了2个宝宝，觉得还是蛮喜气的了。心情一好，可能病也就好起来了哈。那这个时候你们在做什么工作？做了一个市政工程的绿化，
绿化和联防的工程。那这日子过得应该开始慢慢稳定下来了。小孩子带到一岁多的时候，我就去在一个学校门口开了一个文具店吧。没有过几年吧，他就可能老天爷又给我们又开了一个玩笑，准备他自己创业吧，就找了一个我们那里的地方去准备搞一个，准备自己做一个手工加工。我们把那个地方全部把它搞出来，去打扫的时候，我们自己可能烧了一点火烧在那里，后来就他被火烧伤了。我们就是哎呦，我才看到您的手是烧伤的，这个60%全身都是。就是我老婆一直在旁边的照顾着我，让我也，她一直在旁边也有很多的一些心酸，在哪怕是在医院的门口啊，在都是背着我在哭啊、吵钱啊，也有很多的，包括媒体的朋友和爱心人士啊，都给了我很多的一些支持。又伸出了援助的时候，又伸出了援助的时候，也让我自己对这种能够做这种爱心的事啊，更加有坚定的信心了。所以我14年就。您后来多长时间康复的呀？一年多。这个是不是对后来的生活也有一些影响？您这也是落下伤残了，是吗？对，就变成了一个残友。也是残友了。变成一个残友。就是除了手会受些影响，其他呢都康复。脚也有一点。身上全部都是烧伤嘛，身上也是烧伤的，对生活还是有很多影响。哎呀，所以也觉得自己家里的这些遇到的灾难，其实都是朋友爱心人士在帮助你们共度难关的。对啊，所以后来就有了这个爱心农场。对，但这么大一片地，它也不是件小事情啊。你们又拖这个小宝宝，您这身体又落了一些残障，没那么容易吧？这人间我们有一些不盈利的地方，但是有很多的，还是有很多的爱心人士和党员朋友来也来帮我们。怎么就想到要去做农场呢？因为我们的农村的残障朋友，他的这种能力还是不等于去做一些别的一些工作，他还愿意在农村里面来种地啊，能够适合于自己的，才是最好的。所以就想做农场。对，因为在他受伤以后呢，他就觉得自己出去打工呢也没人要不，觉得别人给生活带来了压力吧，他就我们在14年就做了一个助残机构，助残机构就把我们周边的那些残疾朋友全部集中在我们那里做事吧。就我们做了一个工厂了，就只是残疾朋友的最简单的事情。那个工厂是做什么？当时是做印刷品的加工。印刷品的加工。那这个生意做得好吗？能够把大家养活得了吗？能够，基本还可以。还是要感谢社会上的爱心人士和政府的对我们的很大的支持，让我们越走越好了。为我们的残友通过的劳动呢，也获得了一些的快乐。那你们两口子一直忙工作，照顾这么多残友，开那么大的农场，他有时间照顾孩子吗？那时候我们的孩子由爷爷奶奶带着吧。还是老人帮忙。老人帮忙带着我们的孩子读书啊。对，今天父母也来了是吗？父母也来了。来，我们请上两位的父母啊，有请。欢迎二老。他们85岁的高寿了，他们还在帮助我们。两位都85岁呀、啊。哎呦，身体真棒啊！欢迎二老啊，欢迎你们。农场，你们二老会经常去吗？看一看，去吗？他们经常去。我们自己吃的菜都是他们两口子种的。我们自己机构也做了一部分，班都做了一部分。现在老父亲还种的动地吗？对，种地。哇，真好身体哈！我妈妈他们帮我们做饭的时候嘛，她就是看到农场里面有菜呀、我们自己也有菜呀、可能农场里面的收获都可能早一些，他们就去采摘给残障朋友吃。我说这个农场是有爱心，是我们说那不行，我的，因为我们自己也挣了，只能采摘我们自己的，不能让他们去采摘我们爱心人士的。您作为经营管理人员还是很有原则的，虽然那个爱心人士的菜可能吃不完，但是那也不是咱们的，对，咱自己种自己的，吃自己的。对，这是原则，这也是能把农场经营好的一个底线。他们每天很早就起来了，到地里去扯枣啊，浇水呀，什么都是他们自己两口。现在还在做这些呢？现在还在做。是不是空闲还给这些残友做饭？
他们不管是为征地还做饭还打扫卫生，我常有每天的聊天，还要给他们洗衣服。哇、真是勤劳的一家人。但是正因为勤劳，这个朴素的劳动者其实最有智慧，也最容易健康长寿。他们一直在耕作呀，劳作呀，所以保持着身体的健康。哎，他们有事情做，跟蚕友聊天，保持着心理的活跃和健康。所以你看，又健康又长寿哈。你看这老妈妈这头发染得黑黑的啊，老年轻了，可不像85岁，您像65岁，阿姨，啊，真好啊。特别朴实的一家人，虽然他们可能做的不是特别大的事业，也不善言辞，但是一路走来离不开他们的帮助。80多岁了还在帮你们，对，但是他们也特高兴特愿意啊。相信谢先生还是有很多话想和父母说的，我们借助这个平台跟父母老两口也说两句感恩的话吧，好吗？好，来。好，妈妈，我们的工作让你带来了很多的麻烦，也给你们添了很多的负担，一直为我们做出了很多的贡献，谢谢您呢啊。那我们请咱这个谢先生代表一家人上前说出幸福心愿，好吗？来，有请。我的幸福心愿是让我们的残障朋友生活得越来越好。谢谢，谢先生还是希望能够帮到更多的残友哈。那我的理解为，可能农场经营得更好，能够提供给我们更多的残友更多的工作机会，是这样吗？对对对。好，那看看我们幸福观察团的老板们怎样帮到你们。来，有请。非常有爱的爱心农场场主，以及你们的一家人，听了你们的故事呢，特别感动。我们中视环硕传媒愿意长期的去订购一些农产品给我们的员工发到福利，同时也帮助更多的人能有更好更多的一个工作机会。谢谢。看到您的老父亲呢，已经85岁了，这身体还是非常健康的，所以说呢，这个积福之人呢必享受这个健康长寿的。所以呢，我们长春康达医院减肥基地愿意对您的心愿呢助力1000元，希望在您的帮助下，有更多的贫困的残疾人朋友呢尽早脱贫。您做的就是我们这些在城市中打拼的人梦想的生活，在田园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一家人在一起，一起努力，携手打拼，就有了这样美好的生活。所以呢，特别感谢你们带来这种温暖又朴实的故事。我们迎朗体育跟随风奔跑篮球俱乐部呢，特别希望能够从您这边订购2000元的农产品。谢谢。其实，在我们当今社会当中，还是有很多弱势群体，他们可能是幼小的孩子，可能是身有残障的朋友，可能是遭遇不幸的人。可能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同情心和爱心，真正需要的是像我们这一家人质朴中的智慧。他们真正的创造了价值给到这些人，让他们在生活得到温饱保障的同时，也能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大爱，所以真的要再次感谢你们啊！谢谢这一家人。谢谢。也希望你们幸福快乐，这个爸爸妈妈身体健康，长命百岁。谢谢。您也想在这个舞台上分享您的故事，欢迎您通过微信公众号幸福来敲门报名参加我们的节目。好了，我们下次节目再会。